看一下明数清。明数记，来，明数记，我们讲到第几分钟了？看看，第3分了吧？三分三钟好像分，讲完到四四分分。了，第四分了，老师。Yeah, that's right. OK，好。所以他们还是继续叛变，right? Rebel yet again. 哈，没办法，这些人就是背叛神。OK，and God brings a very strange judgment on them. 神就给他们带来一个非常奇怪的审判。Strange judgment 啊，很特别的。Venomous snakes to come and bite the people。现在有 venomous snakes，什么叫做？我们知道 snakes 是蛇，对不对？啊，venomous 是什么东西？有有毒的毒的。蛇，OK，现在开始有 venomous 是有这些有毒液的啊，有毒的这些 snakes。就来了，毒蛇就来了，and bite，这个 bite 是咬一口的哈，bite the people 就把这些老百姓都咬了，OK，bite。如果我说，哎，我看到这个回家桌上有点心，我看到的小孩大家都在吃，我说 give me a bite 什么意思？让我咬一口。让我咬一口，yeah，give me a bite 我小时候跟我妹妹就是这样讲。我说你先不要吃，先让姐姐试试看看好不好吃。我妹傻傻的，好，姐姐你先吃啊，我咬一口。姐姐你吃出来什么味道？怎么样？我说还没有吃出来，要吃第二口。Give me another bite，好，再来，再咬一口，再来，吃出来没有？姐姐到底好不好吃？很难说哎，再给我吃 another bite。OK，好，so。Bite 就是用嘴巴咬一口，这个叫 bite。OK，好。So Moses again，这个毒蛇都来了，这下该怎么办呢？摩西怎么样？Again intercedes。OK，他又要 intercedes，什么意思啊？求情。又要求情了啊！每次要求情的时候，摩西就出来了，他又要求情了。On behalf of the people，当然他就代表所有的百姓啊，所有的老百姓。哎呀，神呐，我们这样过不去了！你看，毒蛇都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OK，so 他代表这些老百姓，他要求情了。好，And God tells Moses to do this。神告诉摩西做这件事情。这次神叫他 make a bronze snake。什么叫 bronze？Bronze snake 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铜蛇，做一铜个铜蛇。蛇。做一个铜蛇哈，在沙漠里要做一个铜蛇，and lift it up，把它举起来，OK，把这个蛇呢放在什么？On a pole，P-O-L-E，什么叫 pole？杆子上，杆子上，哎，你杆们子。那个升旗典礼那个旗杆就是一个 pole，right？是一个 pole，pole 通常都是直立的叫 pole，杆子，OK，pole。好，所以呢，叫他做一个铜蛇，然后把它放在一个杆子上举起来，so that whoever looks at the snake，所有任何人看了这条铜蛇，this snake 指的是这条铜蛇，凡是看到这条铜蛇的人就会怎么样？Would be healed，什么意思？治愈，痊愈。被治好了。Be healed of the poisonous snake bite，会把这个后面这个是 poisonous snake bite，是这个毒蛇的咬伤，毒蛇的咬伤 would be healed 就可以被治好了。哇，这个太厉害了！做一条铜蛇放在杆子上啊，你们抬眼看一下，哦，治好了，眼睛看一下就治好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说，以前北方很穷困的人家，盐是很贵的事情，盐是很贵的东西。然后呢，所以买盐，有些家庭就买不起盐，买了一点盐，把它用盐包起来，然后吃饭的时候悬挂在饭桌的中间。然后呢，抬头看一下，想一想那个盐的味道，啊，赶快扒两口饭。有的小孩多看两眼，呆望在那儿，多看两眼。他爸就打那小孩的头，还看不怕咸死啊？OK，这个是举例哈。OK，
所以就是眼睛看一下那个铜蛇，然后就怎么样，就治好了。Will be healed。所以就是用看的就治好了。所以这是一个神迹哈。It's a very strange symbol。symbol 是什么？象征，呀，这个对，铜蛇是一个很奇怪的象征，对不对？怎么突然有这个点子珍做一宝。个铜蛇？这是很奇怪的象征。But it speaks to，哎，这里怎么会自己说话的？It speaks to the challenge。这个 speaks to 要怎么翻译？说明告诉我们，告诉 next。这个 speaks to 你不能说说话，他自己不会说话，铜蛇自己并没有说话。我们要说他说明了，说明，说明。哎，他说明了这条蛇，这个铜蛇奇怪的象征，它就说明了什么呢？It speaks to the challenge that God has by being faithful to His covenant. OK，就说明了这个 challenge 这种挑战。这种挑战啊，对神的这个挑战挑衅，God has 神所有的这个挑战，OK，by being faithful，神对于这个挑战是怎么接受的？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是借着下面这种方法，being faithful to his covenant，神对于他的约都是一直采行的方法，就是信实的，神一直都是信实的。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OK，好，所以上帝面临这种挑战，他说明了上帝当他面临这种挑战的时候，神就是用信实的方法去面对他的约的。好，His right to bring justice on the Israelites evil，以色列的 Israelites evil，以色列人的邪恶，OK。神是对的，他就是带来公正公理，OK，放在以色列人的这个邪恶之上，OK，and Israelites evil，以色列人犯的这些罪，他们邪恶，神就把公正公理就带来了，OK，好，But even God's justice get transformed into a source of life，但是呢，纵然上帝的公正已经被 transformed。Form 什么叫 transform？改变了，改有变改变了。，OK，它被改变了，OK，transform into 变成一种什么？被改变了，变成一个 a source of life。什么叫 source of life？生命的缘由，生命的源。转变了生命的源头，对不对？Source of life 是指生命的源头，它就转变了这些生命的源头。Transform 这个字呢，是一定要整个的改变，不是只是说一点点改变，变胖、减肥10公斤，这不叫 transform。你记得吗？Jeffrey 老师他上的课叫 transformation，所以 transform 是要怎么样？改变，完全改变，要。彻头翻彻转。尾的改变才叫 transform。我们接受了这个信仰，我们是不是一种 transformation？是，我们是一种是 transformation，formation。彻头彻尾的改变的哈。所以变成一种生命的源头，对于什么人呢？For those who will look to God for healing，对于那些所有他们在寻求上帝的医治的这些人而言，OK，这个上帝的公正就。改变了他们生命的泉源。OK，这些人一直在追求上帝的治疗的这些人，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from here，从这个地方啊，的前面讲到巴兰沙漠什么什么，OK，从这个地方继续，the people head into，就是他们前往啊，这个 head。注意啊，这个 head 的话不要讲什么头什么东西，也就是他们前往什么东西啊。Head into the plains of Moab. Plains of Moab 是什么地方？摩崖平原，摩崖的平原哈。中国是不是也有很多平原都可以用这个字 plains 啊，平地、平原哈。OK，所以他们就要去摩崖的平原了哈。另一个场景。
The first main part of this section，在这个部分里面，第一个主要的部分，专注于 focuses on the strange figure of Balaam。OK，很奇怪的一个 figure。这个 figure 要怎么讲？什么叫 figure？假先知人物嘛，他是个人物嘛？Strange figure，OK，一个这个假先知哈，这个就是一个 Balan，他是一个巴兰啊，他是个巫师，你还记得吗？巫师啊，他是一个奇怪的人物，很奇怪的哈，他叫巴兰。So the king of Moab，摩押王，is freaked out，这个什么叫 freak it out？He is freaked out，什么意思？奇怪了，Freaked out，吓坏了，他完全吓坏了，叫 freaked out，是现在网络用语，尿什么吓尿了，还是什么什么东西？OK，so、okay, freaked out 是非常害怕，这个摩押王害怕得不得了，他吓坏了。At this huge group of people。OK，huge group of people 指的是谁呀、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来了大队人马，叫 huge group。我们那时候大点兵有没有？立位记还是什么？出埃及记以后大点兵是吧？哇，这个支派多少人，那个支派多少人？哇，全部算起来几十万人在沙漠里走来走去，没水没食物，居然都活下来了。还朝着他摩押大平原来了，肯定非常害怕。OK，这些人来到底要干嘛呀 如果我们现在在大陆突然出现一个队伍，十几万人突然都从某一地移动到某一地，是不是也把我们吓坏了？对不对？OK，好，traveling through his territory，这些人呢、啊、进入了摩押平原，traveling through，他们穿过了他的 territory。什么叫 territory？境境内内领呀、土啊，领 yeah. 土。对不对？我是河北省的省长，现在有大批的人马从山东过来，穿越过我河北的这个边境了，进入我河北的地方了，到了石家庄了。你说我害不害怕？非常害怕，所以 freaking out，对不对？freak it out，所以非常害怕。摩押王吓死了，害怕这么大批的人潮哈、啊、，huge group of people。So he hires a pagan sorcerer. 注意啊，pagan sorcerer，什么叫 pagan？老师，他也是那个侦探我的意思吧对，？Pagan 对，pagan 是什么意思啊？也是外族人、外来人啊，外邦人。他是不信神的人，pagan。OK，他跟以色列人不一样，他不是信神的，不是信耶和华，他是一个外邦人啊。OK，好。这个人他是一个，他的职业是 sorcerer。什么叫 sorcerer？就是算卦的那种，要不就是那种，他是个巫师，他是可以算卦的、算命的，然后给你算这个算那个的。这种人叫 sorcerer。OK，好，Balan 他叫巴兰。To pronounce curses，这个地方动词用。Pronounce curses，所以什么叫做 pronounce curses？他也是宣布。宣咒布，诅，宣布诅咒咒诅，了语言。宣 OK，布咒。他是怎么样？开口发咒诅，叫做 pronounce curses。OK，好，他要巴兰呢、啊、来给他开口说咒诅。Pronounce 一般来讲，我们是指发音，对不对？Pronunciation，哎呀，你英文的发音好不好啊？Pronounce right 好，在这里就是他要他开口，强调他那个嘴巴发出声音来，然后说咒诅的话，因为他觉得他法力无边嘛，是不是？又能算这个，又能算那个的。好，你这个做巫师的专业，请到专业人士了啊，专业巫师现在开口。说咒诅，一说可能就把这十几万人给他们退掉了，或者是让他们都败了，都死掉了，或者是怎么样子啊？Pronounce curses，还要他做这个事情。On Israel，所以在以色列人身上呢，让这个以色列人对他们说咒诅。
pronounced curses on Israel. How? And three different times 是什么意思？哎，老师三个是不不是三同个的时不间，同的时刻、不同时的间时地间。点？Three times 就是三次的意思，different times 呢就是指在三个不同的时候。OK，比如说一次是早上8点，第二次是这个星期二的下午2点，第三次是星期三的晚上10点。这个是 three different times。Balaam finds out 有三次不同的时间，这个巴兰就发现了。He cannot curse them。他怎么样？没办法咒诅这些以色列人。这以前肯定没有发生过。他以前在他们国家，在这个摩押可能是很有地位的，高兴咒诅谁咒诅谁，他有法力无边，一下算这个，一下算那个，所以这个是国师级的待遇，国王才会想到找这么一个能人出来。现在居然他都没办法咒诅他们了。好，He can utter only，这个 utter 这个动词很重要，什么叫做 utter？他这是完支全。支吾吾的说了吗？那那哈。不是。完全嘛，他是动词，全他是然，支支吾吾的说的时候，这个到底是全然还是什么？他是说的意思。老师，我觉得，这个 utter 你是觉什么？得是全然吗？这个 utter 是一个动词，动词的时候，它指的是它发出那个声音来，它只能发出声音来，它说出来的声音说出什么来？Only blessing upon Israel，这个 upon 就跟刚刚那个弟兄问的 on 跟 upon 前面有一个 on Israel，这里用 upon Israel 是完全一样的意思。upon 跟 on，OK，好，他只能在以色列上面对他们只能说 blessing，祝福的话，就是咒诅不出来。就算你脑袋里想的是那个，你还是一样没办法咒诅，你就只能说。这些祝福的话，他要他咒诅啊！我希望你们以色列人全死光。结果他说出来的是什么？哎呀，我大大的祝福你们以色列人民呐、啊！希望你们早点到留着男女蜜的地呀、啊！这一听就不对，是不是？就不对嘛！哈，Only blessing。好，Remember God's promise to Abraham。你们要记得啊，上帝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 promise。Okay, from Genesis 12，从 Genesis 是哪一本书啊？记得还记得吗？啊，是不要马给我了。创世纪。创世纪的 12，OK，所以在创世纪12章里面，上帝跟亚伯拉罕之间，他有给他应许的，OK，好，记得那个。好，下面讲哈，下面我们。这个我们留到明天好了，我们也停在这个地方哈。我们讲1分钟的内容，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对不对？找来巴兰，找来一个能人，就是要他对这个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他太害怕了，大批大部队的以色列人进入他的国土了。那么现在呢？可是找来这个人，居然这个巫师没办法咒诅以色列人，而说的都是祝福的话，blessing。啊，这个是太奇怪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回到前面的地方。Okay, so venomous snakes to come and bite the people。这个不算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哈，不过就是比较口语的叙述。也就是说，这个毒蛇就来了，毒蛇来了，然后呢就开始咬这些老百姓了。所以摩西就怎么样，又再一次出马了，intercede，又来求情了。On behalf of people, of the people，他代表所有老百姓来求情了。那上帝就告诉摩西这样做，哈，他说，God tells Moses to do this, to make a bronze snake，做一个铜蛇，and lift it up on a pole，把它呢 放在一个杆子上，然后把它 lift it up，把它高举起来，so that whoever，所以以至于 whoever，任何一个人，只要看到这个。铜蛇只要看着这个蛇呢，就会 would be healed，就可以被治好了。治好什么呢？Healed of the poisonous snake bite，这个毒蛇的这个咬伤就可以给治好了，没事了。只要眼睛看一看，因为它高举起来，
因为高嘛，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啊。你现在十几万人的部队，谁被咬伤了，抬头看看就好了。It's a very strange symbol。这个铜蛇是一个很奇怪的象征。但是呢，but it speaks to，所以这里说明了这个铜蛇自己本身，它说明了 the challenge that God has by being faithful。OK，所以这里就说明了 the challenge that God has，上帝所面对的这种挑战。那么他面对挑战的时候，上帝怎么做呢？他都是借着后面这种方法的，就是 being faithful to his covenant。上帝对他的约一直都是用信实的态度去面对的。His right to bring justice on the Israelites' evil，上帝完全是正确的，他把公正、公平 带到以色列的这些邪恶上面去啊。但是呢，even God's justice get transformed into，但是纵然上帝的公正已经被怎么样？整个转化成为 a source of life，变成生命的源头，转化成生命的源头，对哪些人呢？For those who will look to God for healing，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意思。你看蛇，你注意啊，看蛇的时候是高举起来的蛇，那么你必须仰望。你是要抬头望，你不是低头看，不是把这条毒蛇、这个铜蛇放在地上，大家低头看，你是要仰望的，那就代表就是 those who will look to God for healing，凡是那些寻求神，我抬头仰望，寻求神，寻求治愈的，凡是你只要寻求，你就寻到了，你只要抬头看那个铜蛇，你就会被治好了。OK，所以上帝的公正 gets transformed into 上帝的公正就被整个转换成为一种生命的源头，因为你看了铜蛇，你就有生命，对不对？不看即死，不看那个毒蛇咬了你，你到时候马上倒地就不行了。OK，好，就是在这里 transform into a source of life，成为一种生命的源头。From here the people head into，从这个地方人们就开始。前进，进入什么东西呢？进入 the plains of Moab，进入摩押大平原了啊！好，这个是很肥美的地方啊。The first main part of this section，这个部分的头一个部分啊，这个部分的头一个部分呢，头一个部分是专注于它描写什么呢？专注我们叫做 focuses on。The strange figure of Balaam 啊，头一个部分我们要描写的就是一个奇怪的人物，这个人叫。巴兰啊，巴兰他是个巫师。好，这个巫师啊，So the king of Moab is freaked out。我们讲了 freaked out，吓死了，害怕极了。所以摩押王啊，他是相当的害怕。害怕什么呢？At a huge group of people，对于这一大队的人马，这是十几万人啊，几十万人。好，大队的这个以色列人。Traveling through his territory，这些人整个进行啊，出发啊，穿过他的国土，太害怕了。So he hires a pagan sorcerer，pagan sorcerer 他雇佣了一个非以色列人，他不信神的啊，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巫师啊，这个人是很会算的哈，算这个算那个哈，他就是一个巫师，巴兰。他要他做什么事呢？Pronounce curses。他要他发出用嘴巴，特别强调嘴巴要说出这些诅咒的话。OK，对谁呢？On Israel。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three different times，三个不同的时间。啊，巴兰发现怎么了？He cannot curse them。他根本就没办法诅咒这些以色列人。He can utter。utter 这个 utter 这里是嘴巴说出来，嘴巴发出声音，他只能发出什么声音呢？Only blessing upon Israel。哦，前面说的是他要 cursing on Israel，这里是 blessing upon Israel，他变成只能祝福以色列人，说不出咒诅的话啊。Remember God's promise to Abraham from Genesis 12，我们要记得啊，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里面。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他应许亚伯拉罕的，是不是
他应许亚伯拉罕什么事情？还记得吗？要成为大国，成，还有呢？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That's right，所以怎么能诅咒犹太人呢？不可诅咒，是不是？因为上帝是已经说好了，信实的，一定要赐福给以色列人的，所以巴兰一张口就是 blessing，就是祝福。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那 gas transformation 是转换成是吧？对，transform 是完全整个转化，化可能比较好哈，就是整个你已经认不出形体了，彻头彻尾的转变，这个叫 transform。transform gas，好的，Transform 谢谢。into。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那个33秒的那个。哎，怎么样？33秒那个 head into 那个 into 它是写到一起的嘛？那可不可以把那个 into 分开了，分开写，in 和 to 分开写？问题不大，问题不大。Head into 没有关系，但是我啊哈，一般来讲的话，head into 美国人比较习惯用 I am into，直接 into，head into。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好的，谢谢老老师，师。那个 freaked out，啊，害怕freak out，这个，freak out 怎么样？老师，你说这是害怕哦。怕死了的那种，freak it out。哦。He is freak it out。Freak it out 是吓的，就是真的就是吓尿了那种。对，惊慌失措，也已 freak 经吓 out。得不能再被吓了，吓死了那种叫老 freak。师，那吓得半死了，那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哇，我听到外面有个什么声音，然后我每天在这个房子里，晚上10点开始就有一个什么什么很恐怖的什么，其实可能是外面有棵树，对吧？哦，摇晃的声音，风吹的声音。Oh, I was freaked out. Okay, freaked out 就是非常怕，怕到就是。已经都有生理反应，或者是已经全身颤抖，自己都不能自己了，这个叫 freak it out。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这个词好强烈啊，老师这么一非说。常强，Yeah，I'm freak it out。谢谢这个老师。口语里也常常用啊，freak it out。这个 So he hires a pagan sorcerer。这个啊哈。pagan sorcerer 就是外邦术士啊，外邦的术士，外邦的巫师。摩押人照理说他们是信什么的？信不信神？不信，以信。前是信，后来不信。摩押不信神。曾经有摩押人信过，可是后来还是不信。OK，好。是那个父亲同。好，还有 So 没有其他的问 he 题 hears a pagan 啊？Pagan，Pagan pagan sorcerer，sorcerer sorcerer，sorcerer sorcerer 信pagan 佛。就是 Gentile 的意思，就是外邦人，就是不信神的人，不信耶和华的人。老师，老那你师，咱们在两个。以赛亚书上有这个字的，学过这个，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两个有毒的有毒的在哪里？前面 venerous and venomous poisonous，有毒的，venerous，poisonous。然后 poisonous 有没有是的，？poisonous 这个字比较是什么？啥毒都可以 poisonous，对不对？你们想到那个《金瓶梅》里面是不是？那个谁为了大郎吃药了吧？那个就 poisonous，对不对？OK，但是 venomous 呢，是一定是蛇毒，这个字只讲蛇，端对，子的蛇毒，是 poisonous 不一定啊，只要毒，poisonous，要毒解渴就叫 poisonous。老师，这个 venomous 是比这个 poisonous 还要严重，这个毒的这个，毒不，这个很难比较，就是 venomous 只是强调它就是蛇毒，
蛇过的河，毒。Poisonous，我可以把一个过期的玉米啊，过期的馒头给你吃，这也是 poisonous 嘛，对不对？我给你吃过期的什么花生，黄曲毒素，三两下你就得肝病了，是不是？Poisonous。OK，所以这两种毒的差别就是在不是毒性的问题，而是不是说它的严重不严重，而是说毒性不一样。Venomous 就是蛇的毒，蛇的毒。poisonous 它是指的广泛的这种毒，就是有毒害的，poisonous substance 有毒物质，这样。如果我们危险物品分九类，其中一类就是 poisonous 的 substance，这样。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片子。哎，哎，怎么老样？师，speak 的，你那个 speak 就是说明啊，它也还是一个动词在这里哈。它是个说明啊，是啊，没错，它然后说你加什么？这个事情，铜蛇说明了什么什么？Right? It speaks. It speaks. 这个铜蛇自己本身，它讲的是铜蛇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象征，very strange symbol。但是它说明了一件事情，说明后面这些事情。好，没有问题哈。其实照理说，这个旅程里面40年在旷野里面，犹太人一再的这背叛神啊什么的，神其实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就怎么样？干脆你们这些人正好蛇给你咬了，你我就都不要救你们，不就都解决了吗？但是神是一个很信实的，他面对他的约很信实，神还是救主他们。只要你们抬头仰望，OK，只要你们仰望神，追求神，神就治愈了你们。好，没有问题，我们要来看片子哈。Book of Numbers, this fourth bo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把它传上来。我们从今天从这个第哪里？从几分钟？我们好像从3分钟的地方，应该4分钟是不是？4分钟。从4分钟开始啊。OK，Thank you。哇，我们很厉害，我们已经进行了很长，4分钟。哎，不对，哦，是4分钟，没错。OK，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Yet again, and God brings a very strange judgment on them, venomous snakes to come and bite the people. And so Moses again intercedes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d tells Moses to do this, to make a bronze snake and lift it up on a pole, so that whoever looks at this snake would be healed of the poisonous snake bite. It's a very strange symbol, but it speaks to the challenge that God has by being faithful to his covenant. He's right to bring justice on the Israelites' evil and sin, but even God's justice gets transformed into a source of life for those who will look to God for healing. From here, the people head into the plains of Moab, and the first main part of the section focuses on the strange figure of Balaam. So the king of Moab is freaked out at this huge group of people traveling through his territory. So he hires a pagan sorcerer, Balaam, to pronounce curses on Israel. And 3 different times, Balaam finds that he cannot curse them. He can utter only blessing upon Israel. Remember God's promise to Abraham from Genesis 12. So not only can好，我们再回头再看一遍啊。
God brings a very strange judgment on them, venomous snakes to come and bite the people. And so Moses again intercedes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d tells Moses to do this, to make a bronze snake and lift it up on a pole, so that whoever looks at this snake would be healed of the poisonous snake bite. It's a very strange symbol, but it speaks to the challenge that God has by being faithful to his covenant. He's right to bring justice on the Israelites' evil and sin. But even God's justice gets transformed into a source of life for those who will look to God for healing. From here, the people head into the plains of Moab, and the first main part of the section focuses on the strange figure of Balaam. So the king of Moab is freaked out at this huge group of people traveling through his territory. So he hires a pagan sorcerer, Balaam, to pronounce curses on Israel. And three different times, Balaam finds that he cannot curse them. He can utter only blessing upon Israel. Remember God's promise to Abraham from Genesis 12. So not only can Balaam not curse... Help. 所以我们讲这个巴兰哈，这个巫师哈，蛮可怜的。他这个原来能力这么大的，碰到我们的神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没办法。OK， 他绝对不可能赢的，绝对不可能能做他想做的事情的。OK， 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老师，问一下，这个两点二点两分三十三秒的这个民数。2:33 OK， 好，怎么样 ？But not at expense of justice， 这个怎么翻译呢？两分三十三，什么地方 ？Not at 2:39这里。Oh, OK， but not at as so God does， but not at the expense of his。但是不是他的公义的 ？At the expense of his justice。上帝并没有因此而怎么样，不是以这个为代价，也就是说他不是以他的公正为代价，上帝并没有牺牲他的公正公义。哦哦哦，好的，谢谢老师。Yeah. 还有1:17这里。好，怎么样？17秒。有 develop 是动词，后面一个是 purity， 是一个名词，然后又一个 law， 这个没有关系 ，purity law 整个合起来是一个名词。purity law 可以吗？这个 purity 我是以为是名词，不是形容词。哦，两个名词修饰这个名词啊。对，有可能，因为它尤其特别你在讲一个律法、一个规则、一个什么的时候 ，OK， 它前面讲的是一件事情的 purity law， 它讲的就是洁净不洁净的律法的问题。哦，洁净律法 ，right， 好。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哈，我们来读一下 ，OK， 好，大家来读一下，我们从四分钟这里开始 ，OK， 我们先请 Andrew 来 ，venomous snakes。Venomous snakes to come and bite the people, and so Moses again intercedes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d tells Moses to do this, to make a bronze snake and lift it up on a pole.So that whoever looks at the snakes would be healed for the point, yeah, of the poisoner's snake bite. 好，停在这里。OK, poisonous 啊，这里我们一次学了，刚刚学了两个有毒，一个是 venomous, 一个是 poisonous 啊。Poisonous 就随便用啊，任何有毒啊，这个什么，这个喂大狼吃药，大狼吃药了，那个 poisonous, right?这个就是 Venomous 就一定是蛇毒 yeah, 这个就一定是是我的专业。啊，毒是你的专业？哇，好厉害，好厉害。Dangerous schools and regulations. OK, Dangerous regulations. 好，我们再来看 Linda 来 ，It's a very strange symbol. 来，好，谢谢老师。It's a very strange symbol, but.It speaks to the challenge that God has by being faithful to his covenant. He is right to bring justice on the Israelites' evil. But even God's justice gets transformed into a source of life for those who will look to God for healing. 好，停在这里。OK, very good.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大家
读多了以后，大家读起来都很放松，不紧张了，是不是？都比较放松了。OK，好，再来，我们 Jessica 来，From here the people。Thank you, Jim. From here, the people head into the plains of head，这the 是头那个字，head head into。head into the plains of the Moya. The first main part of the session focused on the strange figure of Balaam. Though the of the Moya is figured out at this 注意这里，is freaked out。Is figure out, No, freaked freak, out。freak out at this huge group of people traveling through his territory. So he hires the pagan sorcerer, Sorcerer. Balaam, to pronounce curse. Curses. Nice curses. Thank you. 好，on Israel 后面还有两个字Of，Israel。Israel. Yeah, very good. 好，Thank you。我们再来看啊，还有谁？还有一个是 Eunice 040的 Eunice 来，and three different times。And three different times, Balaam finds that he cannot curse them. He can utter only blessings upon Israel. Remember God's promise to Abraham from Genesis 12. 好，停在这里。Very good, very good。哈，我们再从头开始，从 venomous 那个地方开始。我们再来是 angel，来037的 angel，venomous snakes 来 Venomous snake to come and build, bite the people。bite the people, and so Moses again Intercedes。intercedes on the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d tells Moses. God tells Moses to do this, to make a bronze snake, Bronze snake, 铜蛇。left it up on a Pole. 哦，so that where looks at Whoever looks at. whoever looks at this snake would be have Healed. healed of the Poisonous snake bite. poisonous snake好，停在这里。Poisonous snake bite 哈，就是毒蛇，这个毒蛇的咬伤。OK，bite。OK，好，再来，我们再请一位来看 Naomi 来，Naomi。谢谢老 It's 师。very strange. It's a very strange symbol. It's a very strange symbol, but it speaks to the challenge that God has by being faithful to his covenant. It's right to bring justice on the Israelites' evil. But even God's justice gets transformed into a source of life for those who will look to God for healing. 好，停在这里。Healing. Very good, very good. 好，谢谢下老师。面 Jessie 来，Jessie from here the people。From here, the people head into the plains of Moab. The first main part of this Section. section focuses on the strange figure of blind, so the king of Moab. King, so the king of Moab. King of Moab, Wang. Moab is freaked out. Is freaked out at this whole group of people traveling through his territory. Territory, 国土边境的territory, right? So he hears a pagan so curse
sorcerer, to pronounce, pronounce curses, pronounce curses on Israel. On Israel. 好，停在这里. Thank you. Thank Very you. good. Thank you. 好，再来 055的 Lydia 来 Lydia. The Thank you. The three. Oh, and three different times, right? And three different times. Balaam finds that he cannot curse them. He can utter only blessing upon Israel. Remember God's promise to Abraham from Genesis 12. 好，停在这里. Thank you. Very good. Thank you.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你看还有谁？再来是 Janet. Janet 来. Venomous snakes. Thanks, teacher. Okay. Venomous snakes to come and bat the people. And so Moses again intercedes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d tells Moses to do this, to make a bronze snake and lift it up on a pole so that whoever looks at it, this snake would be healed of the poisonous snake bite. It's a very strange symbol, but it speaks to the challenge that God has by being faithful to his covenant. 好，停在这里。Okay, to his covenant. Thank you. 再来，我们再看 Glory 来，我是 Glory. His right to. 谢谢老师。 His right to bring justice on the Israelites' evil. But even God's justice gets transformed into a source of life for those who will look to the God for healing. From here, the people head into the plains of Moab. The first main point part of this section focus on the strange figure of Balaam. 好，停在这里。Balaam. Thank you. Very good. 好，谢谢老师。 Thank you. 再来，我们请 Anne 来。 Anne. So the king of Moab. Thank you, Dan. So the king of Moab is freaked out at this huge group of people traveling through his territory. So he hires a pagan sorcerer from to process. Pronounce curses. On Israel. On Israel. 好，停在这里。Thank you. 好，再来，我们再请188的Lydia来。188的Lydia. And three different times. And three different times, Balaam finds that they cannot curse them. He can't enter only blessing. Utter. He can utter only blessing of Israel. Remember. Upon. 注意你那个尾音要念出来. Upon. Upon blessing upon of Israel. Upon Israel. Re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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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ember God's promise to Abraham from Genesis 12. 好，停在这里. Thank you. 好，注意尾音要出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 167. Okay, Sarah Yan 来。好，谢谢建老师。Venomous, venomous snakes. 我还没找到在哪儿。在这里，4分钟。啊，venomous snake. Venomous snakes to come and bite the people. And so Moses again intercedes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d tells Moses to do this, to make a bronze snake and lift it up. Lift it up. Lift it up.
on our poor so that whoever looks at this snack would be hurt, killed of the poisonous snake bite. Poisonous snake bite. Uh-huh, very good. Poisonous snake bite. Okay. 有毒的这个蛇咬伤。Okay. 这些蛇咬伤都会被治愈。Poisonous snake bite. Oh, thank you. 再来我们看。Thank you. Thank you. 再来最后 Christina, it's a very strange symbol. Thank you, Jin. It's a very strange symbol, but it speaks to the college that God has by being faithful to his covenant, his transparent judgment, justice on the Israelites' evil. Mm-hmm. But even God's justice gets transferred into a source of life. A source of life for those who will look to God for healing. Healing. Heal. 要有一个 L 的音出来。Healing. Healing. Very good. Healing. 好 ,thank you.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后面好像是不是有，我看一下啊，后面好像有人有问题是不是。看一下大家的后面的 OK、后面有问说文档在四分二十五位少了 and sing 两个字 Oh really? OK 好四分二十五秒看看四分二十五秒的地方四分二十五秒 and sing It's right to bring justice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听起来有 and sing 是不是四分二十五秒 It's right to bring justice OK 好那回去听听看这个片子四分二十五秒听听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里四分二十五秒回去找这个是几分四分二十五秒前面一点 okay, 我们听听看四分二十五 By being faithful to his covenant, he's right to bring justice on the Israelites' evil and sin. But even God. Oh, okay. Israelite and sin. Okay, right, you're right. 这个感谢提醒哈，这个我们后面的这个文稿应该要有点不一样才对。Israelites evil, okay, and sin.That's right. Okay. Thank you. 先刚刚有人提醒一下啊，这个地方要缺两个 and sing 两个字。这个是谁给我们提醒的？我看看。Okay, Sherry, 谢谢。Okay,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加上两个字啊 ，an Israelite's evil and sing. Okay, 他那个电脑的那个文稿上面缺了这两个字。Okay, very good.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好，我们今天我们对怎么样？就刚才那句话，您给解释一下那个意思。His right to bring justice on the Israelites' evil and sin. Yeah, OK. 上帝这个地方他是对的 ，OK， 他这样做是对的。他要怎么样呢？把公平公正。带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邪恶跟他们的罪之中来 ，OK，、这个是对的，上帝这样做是对的 ，OK。哦，好的，明白了。上帝如果不带公正、公平什么的话，这些以色列人还不知道要怎么样，是不是？啊，但是注意，上帝的公正，下一句里面就讲到，上帝的 justice 已经被怎么样？给转换成了一种生命的源头了 ，OK？ 因为上帝的公正，上帝带公正来是医治他们。只要你寻求，你抬头看了那个铜蛇，你就可以得到医治。谢谢，明白了。好 ，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没有问题了哈，OK，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这个整个后面 numbers 好像要到几分钟？我看看，哦，整个要到6分多钟。OK，我们大概还有2次可以把它讲完，然后我们继续讲下去。这个是什么？打不开？什么？那个 Word 那个 PDF，刚才苏珊上传的那个文档打不开，OK，能打开。我怎么都打不光是一个那个日记的那个第一页名称，然后后边。